雾峰中区超级长春公开赛进入到最后的两个洞哦。那当然中村星的今天表现是非常的杰出，目前两个 under 在场上呢是居然领先。那先看到这边，这是倒数第二组哦，这个球跳上来了，这个球跳上来很不错，18洞今天的旗杆也是插在比较前面的地方。张清博目前正三的成绩，他从国林左边这边攻上来好像有点偏右，好像有点偏右，这些球最后呢是没有能上到国林。但是郑森元好像也是在右边的方向，张金龙打旗杆上方比较远，这球呢打得稍微远一点点，所以张清国第二杆没上，第三杆呢再切上来打一个低滚球，打一个低滚球，控制的相当理想。对，这栋打par应该是没有问题。至于郑森元呢，则是拿推杆推进来，也不错。滚哦，往下滚哦，下坡再来，也滚快到了哦。这边坡度的确是比较大一点点，由高往低，从其中上方回推的话，对，张金龙完成这个回合的赛事，今天82杆的成绩，两轮是正12。而黄文章的抓玻璃哦，抓玻璃哦，推的也是蛮积极的，很不错。那黄文章的今天是77，两轮合计则是正8。郑森元的帕推杆 OK， 最后一动是把这个帕给收起来，接着是80。两轮合计的则是正10，张兴国的帕推杆推进，今天是73，还蛮好的哦。两轮合计是高于标准杆3杆，这个排名应该也是蛮不错的哦。张兴力看一下，今天最后一组的四名球员来到最后的第18洞。中村星的开球，中心仍然是维持在负二，场上是两杆的领先，看起来是很有机会呢，在这个礼拜的雾峰超级长春公开赛当中赢得冠军。陈志明则是争一，哦，跳得不错，跳出来，我跳出来，有点左边，不过左边那边有点边坡，然后边坡往下跳的时候呢，又跳到了车道。那车道呢？当然哦，这个弹跳就会也比较大一点点了。沈荣贤，哦，这个球就更右边了，那这边就比较高，虽然也是往下滚，不过但是要滚出来是有困难，毕竟这边也是比较高一点点，所以这个沈老师必须要上去打他的第二杆。打一个类似的 punch shot 的球路出来哦，方向控制好，距离短一点点没有关系，在滚里前落地的第三杆待会儿再来处理。而在球道上面呢，张新力，张新力这边也是打一个比较低弹道的球路过来，应该不错，应该不错，在旗杆左边的位置。至于中村星呢，这个进攻位置啊也是蛮好的，跳上来哦。跳不上来，可能还是稍微短一点点。陈志明目前则是正一，刚才这个弹跳啊蛮幸运的，回到球道上面，在球道左边的位置打了过领前，等会儿第三杆再来打。沈荣贤这边再打，当然是他的第三杆。哎，一样哦。中村星的第三杆切上来，再来
等一点点哦，等会儿再来推。对于沈忠贤的这边再打，当然是他的第四杆了。开球比较不理想，对，在这栋的最多也是只能打 bogey。陈志明，管理前用推杆推进来如何？哦呦，差一点点。不过今天成绩还是相当不错啊，最后用打 par 的话，今天是73杆，那两种格机啊则是 even par， 在场上是名列第二，仅次于钟春兴。至于庄心力的 birdie 长推杆都比较远哦。好喽，好喽，好喽，不要再滚！哇，你看这个球往下滚，往右边滚哦，还滚蛮多的哦。再回推，哇，你看回推的这个转折也是蛮大的。对呀，在最后一洞呢，庄心力啊又是一个三推的 bogey。对呀，他两轮合计啊是正四，今天是76，也不错了哦，也是在前五名。对于沈忠贤最后一洞呢 ，bogey， 哇！今天这个棋位真的是不好推哦。对呀，沈忠贤呢在最后洞掉了两杆，因此呢，最后成绩变成是正三，在场上是并列第三。那当然，钟春兴最后洞这个 par 推进去，哇！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精彩啊，69杆呢，场上唯一的红字也是。这个唯一的这个六字头，那两轮合计啊，负二，当然也是唯一的一个红字的成绩。那这也是钟春兴的个人在超级长春的四连胜，两个回合呢73-69的成绩，两轮合计是低于标准杆两杆，最终呢就是以两杆的胜差，在本周的雾峰超级长春公开赛当中再度的赢得冠军。其实我对乌龙球场是很熟悉的球场，我平常有时候会来这边打一打，跟我们的那个刚才的张董、张金龙他们一起来打。这种球啊，只要你要打球，这种球不能歪啊，木杆一定要直，然后就靠切杆跟推杆而已。所以我今天在落后的情况下，我自己想，一定要拼的，不拼没办法。所以不要做到了，今天赛事是说给我完成这样，跟理事长是这样，他是本来是要打一般的，说我们一般的可能找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赞助，最后找我们的尤力子，我想说拜托他，他知道我在募款了，他知道我，他说他一口就把我打一个好，其他的他要负责。真的很谢谢他，没有他说不一定在这里办不成，是这样，尽量打。说真的，大家都一直年纪一直高了，说尽量打，能打多少就算多少，不要想那么多了。这比赛的东西，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一个负担，我感觉不要来这边看看好朋友一起，这样就不错了，只有这样了。果然呢，这个钟春兴啊，在昨天的第一回合打完之后落后两杆的情况之下啊，今天真的就如同他所说的，就拼了，非常的积极。那果然是让他拼出了六支 birdie， 吞了三个 bogey， 所以今天呢是69杆的成绩。那这也是这两天下来唯一的一个六字头。那同时已经69岁的钟春兴呢，在今天也缔造了同龄同杆，那最后也两杆的胜差呢，在本周这场纯超级长春的赛事当中赢得冠军。那这也是他继去年10月份的在美国加州老中新闻超级长春赛，12月份的在红牌油漆 TSPGA 锦标赛，还有3月份呢在生龙活虎超级长春公开赛当中获得胜利之后呢，所拿下了超级长春的三连胜，那同时也是今年的第二胜，生涯累积是40胜的成绩。
我们也恭喜钟镇鑫，还有在这个礼拜的雾峰中区超级长春冠赛当中表现优异的球员。以上就是今天的博斯高球台为各位播出的雾峰中区超级长春冠赛的赛事精华，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下场更精彩的超级长春赛事，再会。